哦，在这儿。哎呦，怎么？哎，你们这个更新的礼物怎么都不变色啊？等一下，因为我看，哎，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礼物没有颜色了，等一下，我慢慢看。谢谢咪咪姆，谢谢小龟宝的奶茶。我在喝。我的续命水。嗯，谢谢2007蟹宝的奶茶。嗯，谢谢礼物。不是因为我戴了墨镜。麦有问题。嗯。我偷偷。你们送个礼物好吗？你们送个礼物，送个随便什么东西，让我看一下。呀。哦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。Sorry, 谢谢十二宝的奶茶。别送了，是我怪我。谢谢尼生宝的奶茶。哇，那个五渣的二倍速，真的，我跳都要飞起来了。我感觉我很少有双脚着地的情况，那跳的时候。嗯。哦，对，最近是静安区的疫情，对吧？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注意防护啊！能不出门就少出门。因为五杂这首歌本来就很快啊。嗯。啊，对，今天的易拉宝很好看，拍了照片，发了4宫格。没有，我记得不熟。其实你们不能细看，我也跳错了的，很多 freestyle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我的黑怕魂。我们黑怕人，直接 freestyle。我上一次吃小龙虾发烧了。你有 freestyle 吗？谢谢卤肉饭宝的奶茶，我喝我的续命水，我的胶原蜜桃洞洞生打椰。对，我有时候我觉得我那个跳的命都没了，我就喝个椰子有关的饮料，我就很喜欢。谢谢3%宝的6杯奶茶，谢谢。谢谢风筝宝的奶茶。嗯，我水都喝完了，但是我想吸你们的果冻。嗯。对，是和气淘淘。你们知道我们公演结束之后能点的奶茶就非常的少。偶尔复发的状态。谢谢高阶发宝的10个巧克力。对，我不这个东西不能根治，我就只能偶尔。然后就表扬他哈，他就很晚关门。因为我觉得这阵子没什么。不过他就算就是是下午点的话，我可能也会想点他，因为我觉得他很好喝，我还蛮喜欢喝。我的最佳拍档定下来了，那个是惩罚。那个是我们在录一个新年视频的惩罚。8号的翻牌，谢谢吞宝的奶茶。我还有没有翻吗？谢谢 Joy 的皇冠，谢谢 Joy， 谢谢 Joy 的皇冠，谢谢皮卡丘，静的熊，扎实的戴安娜，僵住。没事儿，大家。但是就是说，那23号，那我一会儿要不要下线几分钟，让我翻个牌？我们不是20号，我们是20号。我这两天一定好好养它，一点生辣都不放，啊，一点生辣。吸不上来了。我天天热敷。今天公演，主要是我们十。今天公演哦，对哦，前几天有一天我本来想翻的，结果当时就网速不太好，然后我眼睁睁看着它过期了。谢谢摇头晃脑宝的5杯奶茶。嗯。
我今天的袜子，嘿，好家伙，那可是个彩虹袜子。谢谢风雨宝的四杯奶茶，谢谢动感车上 biu 宝的七杯奶茶，谢谢高姐发我的是一个巧克力，谢谢 Tim 宝的两杯奶茶。我可是个彩虹袜子。哎呀，等一下啊，我这个柔韧度啊，漂亮。嗯，送了什么袜子我不知道。谢谢狮子宝的奶茶。我是姐姐，我本来就是姐姐。嗯，说来说到，哎呀，我还说我姻缘符要寄给他们，我还没有寄呢。嗯，连去寄。对，我的袜子很可爱。但我最近没有买什么新袜子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这个眼睛真的花了重金，就是因为我找不到能遮住。最近的最近好像没有什么新袜子。你听我讲啊，先，就是你们先不要想什么东西，不然我就打断了，千万不要啊！而且我现在这副样子就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今天，我那个。本来我要哇，蝉跳的真的太爽了，就是虽然很累，下来就得跟狗一样，就是下来真的需要狗喘气呀、啊。我不清楚我们剧场订饭订的是哪家，我也想知道。谢谢高级法宝的，是个巧克力。嗯，很得劲儿。我也可以穿着应援服过年了。谢谢松鼠轮宝的奶茶。剧场定的是对面的那个，哦，又比我清楚。对，这个可能问粉丝比较好，就是可能他们眼睁睁看着阿姨去拿雨拿饭。我为了凑够89，我把他们家店的所有蛋糕买了个遍，你们知道吗？对啊，我终于。神龙了，我没有多的姻缘符啊，我哪里多的姻缘符？我自己做盗版姻缘符，呸，盗版坏。谢谢睿智宝的奶茶。我很着急，我真是无语，我头一次这么霸道总裁是为了我的眼睛，不然我真的见不了。哇，今天食堂做了红烧肉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想着我这80多，哇。看着真不错，虽然太冷了，显得有点干吧，看着还是很不错。谢谢2017宝的六杯奶茶。我付款最后就是用了那个美团自动付。我下个月我觉得红烧肉就是要做那种很 juicy。看我是不是很聪明？很多汁。美团那个自动付啊，我下个月再还他。嗯。我跳过不止一次专属座位吧，我记得。你们知道我那个红烧肉怎么做失败的吗？我是跟着黄磊老师做的，然后他的那个教程就是说要用料酒煮黄酒嘛，他用的是黄酒，但是我买的那个料酒，我看他的那个配料表写的就是只有黄酒，然后我想这应该是同样的东西，所以我就用直接用它煮了。我寄了一盒没有不用洗，然后纸杯蛋糕，然后我吃了一个，剩下的分给大家，一共6块。然后谢谢噪音，我就是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，我其实吃了好几块，你知道吗？我吃了好几块，而且不好吃，完了我肚子有点痛，我肚子有点痛，我就不敢吃。今天刚刷新了一种新的上，就是很咸，齁咸。其实我觉得肥肉的部分还是挺好吃的，但就是齁咸，下饭啊、哦！我们高情商说法就是下饭。你看这个大眼镜，因为它对我堵死我自己，我真的周围都不敢化妆。我用的是黑丑，哎呦，这原来是在嘲讽我是吗？说我用的黑丑，我以为真的有一种丑，那个什么那个酱油叫黑丑。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不是真的有一种酱油叫黑丑。张伟，而且问的张伟的嘴巴什么样，我觉得我眼睛就是什么样子的。我用的是什么酱油？我酱油我觉得我放的还好，可能就是不对，还是有点多，是汲取经验。
我点了，我下次一定把红烧肉做成红不溜秋，增光瓦亮，让人看着食欲大增，好吗？Believe me， 我就倒了一勺酱油啊，就这么一勺，是有点多，这么一勺。虾啊，不是虾也不让吃，什么不让吃？其实家里他们不让我吃，我以为就要这么多，我看着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视频上面，看着像挺多的。嗯，就正常的一勺就行了，是吧？而且今天还是我的第250上工呢，我就是个250，他就是第250上工。我的肉太少了，对，可能人家肉比我多呢。真的很遗憾。哎，我今天好渴呀，莫名其妙。真的很，我要，幸好我点了两杯，想不到吧？我点了两杯。我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蜥蜴，我是个蜥蜴，在那做美少女战士，我替自己的快乐就是要双倍。我要被自己尬死，你们都知道，我们自己是非常累，我都要累得要死，我自己尬哭了。啊，我觉得我简直是太勤俭持家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那个，我们3个人一起点的，然后我点了两杯，一共是4杯。然后差不多每杯都减了7-8块钱。会过。我真的想要把我自己消灭掉，我当时想让我自己，我这自己把自己灭在这个地球上，然后找个地洞子钻下去。谢谢十七的小朋友。然后我两杯一共也就才20多块钱。是一个大自信的美少女战士。这个是清水白桃可尔必斯。我纯纯就是一个蜥蜴，谢谢王老板教咱们的玫瑰花，真的是，我当时一边在那哈哈，没事，你暂时消灭你，我一边想消灭我自己，谢谢叫我小黑就好了的玫瑰花。对的对的，因为这个自己做饭当然是省钱啊，前提是不要跟我。给我做红烧肉呢，我做红烧肉真的是一个意外。生日花20，嗯，气死我，好像我现在就是一个黑暗料理厨师似的，谢谢十二宝的两杯奶茶。对，下次我要是化了妆啊，我一个不灵不灵，我刷刷变身。等我眼睛治好了，我眼睛好了，我的胸口最大石要脆弱，不然我现在就拿石头砸我骨头。开玩笑，我看我不会那么暴力。春节前有没有机会再做？对，我回家是做不了的。我每次一回家，我说我要，我妈说，我妈说我要做饭，然后做着做着，我妈就很嫌弃我，你知道吗？就让我走。她说你走，我来做。我真的是一个很怕尴尬的人，你知道的。我就是会自己替自己尴尬。Who are you？ 我们在直播，你是水水。What？ 因为我房间没 WiFi。哦，好，那你在哪儿？Rich在哪呢？他在哪儿？你在露眼直播吗？他戴着他的那个花花，戴着我的蜥蜴眼镜。戴你这花花，哎，太卡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哇，但是你们房间好冷啊。静静没有来，那开个空调。好吗？这个音乐可以啊，非常的有种 RMB 的感觉。谢谢摄影君宝的奶茶。但是吧，有没有带着直播架 BGM 就来了？哎，好像没有，没有。嗨，而且那还有没有直播架呀？我正好拿手举着呢，你可以帮我拿。你不是还有个黑色吗？啊，哦，你有看到吗？啊？在我这吗？对呀。哎。哎，我瞎了吗？哦，拿到了吗？这是啥呀？这是直播架吗？
哦，我答错了。不是那个，你有没有看到我架子上有一个白盒子装我头饰的那些东西，上面有一个装了多多少的黑架子、哦？哎呀，那你说在这儿嘛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哦，给你们看我今天的耳环，我本来是为了 B50 买的，现在呢？但是我 B50 的衣服就不太颜色不太配，这个灯光好看，你们看假的，看得清楚。他写的是众生皆苦，唯我独甜。哇，我像那种捧哏的。哇，嗯，哇，好。重金啊，这个耳环重金。哎，嗯，咋的？不会啊？哎，等一下。哎，我的钱这个不能横过去啊。但是太干了，肯定横不了。嗯，哎，好奇怪啊。嗯、谢谢反指标送的皇冠，谢谢你。你要不这么播吧？我谢谢你，没有办法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皇冠哟。嗯，对，我旁边是歪歪，旁边是杨歪歪。你们现在可以等一下，我要找个办想个方法把我的手机立住。张碧怎么样？什么样？什么掉了？笔筒掉了，笔筒掉了，问题不大，等会给你捡起来。好的。闯祸了，确实。晶晶，晶晶还是个宝宝。哎呀，我也先把这个拿开嘛。不是那个，这个，嗯，不是。哎呀，嗯，好。你可以来。哇，这边比较漂亮。那你可以把立在这边。你是破坏王吗？拿着你的 iPad， 你可以把手机立在这里。我上立在这上面。嗯。哎，你小心你的水，你小心，你把它拿开嘛。好，我拿开。我在拆家，我在拆他们的家。对啊，我一会儿就是大工程。我的母语是无语。怎么会这样了？我真的觉得这样有点危险。不如，哎，刚那杆子呢？我给你想个办法。嗯，有皇冠吗？等一下。嗯？没有啊，骗我吗？哎。你把这个杆子立在，哦，谢谢！天哪，哎，我先谢，哎，谢谢段春，谢谢皇冠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！哇，帮他感谢皇冠，谢谢2007榜的叶，我是谢谢气氛组，谁懂？谢谢，来，你看能不能？好难啊，好高难度啊！哇，你这样，快感谢你先这个谢过了啊！这个特效这么久啊？对，谢谢一点。
钱。哦，哇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啊，谢谢风云宝的权杖，谢谢。对呀、啊，这个衣服就是这个设计了啦。嗯，谢谢。这样，你这样子把它，没事，我觉得这边光好看。是吗？那你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吧，我拿着。好的。有个手机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不是很怕冷。我现在手上没有魔法棒，我之前全程都是用魔法棒。谢谢。嗯。哇，他们这个房间光不错，像在坐过山。欢迎常来。我现在怕你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怕我？因为你是破坏王。啊！我破坏染味。我在带你们体验过山车呢，快说谢谢我。带上晶晶啊、哦！对，带上晶晶。我带你们就是三 D 体验，谢谢小鹿姐姐送的夜蝶，谢谢你。要不要去你房间还是来我房间？来你房间。好。带上晶晶。郝静怡为什么不回消息？嗯，不知道，他说睡着了。不会吧，不会吧。我今天最佳拍档是那个抖音姐姐让我发的。什么最爱拍档？就是我抽了一个扭蛋，然后它里面的那个纸条说让我在口袋房间发一句我的最佳拍档定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又觉得，嗯，那我发了吧。我要是做解释，那这个就也不算惩罚了，所以我就也没解释。我这个修容是不是打的有点太撇了？那个撇吗？哇，还行。看一眼自己的修容嘛。哎呀，你修什么容啊，脸那么小，修什么容呀、啊、你搁着给我商业什么呢？哎呀，你化什么妆啊？素颜那么好看，化什么妆呀？化妆都是掩盖了。对呀，怎么掩盖自己美貌染味？没错，但上要不要一个卸妆？卸吧，我支持你。现在没家伙，我给你找。不用了。你不能把你的粉丝放在这里。他们可以等我的，他们不可以。可以的，他们不可以。他们可以等我的，对吧？不可以。取什么外卖呀、啊？直播多难得啊！点了什么？燕谷胡麻汤。什么玩意？燕谷胡麻汤。为什么点燕谷胡麻汤？不是让人来了？嗯，其实我喜欢西瓜鸡鸡麻辣烫。嗯。但是可能西瓜鸡鸡麻辣烫关门了。我就让人问他最主要是啊。你有没有卸妆水啊？我没有哦。我是卸妆膏。听懂我们在说什么？我记得货架上有，你去看看。真没有。你看看。我厕所待了这么多年。你看看，货架。就是那个淋浴。啥牌子的？旁边的那个架。真没见过。哎呦妈！我被砸死。没有，其实我喜欢小谷姐姐麻辣烫。你待会儿拿完外卖上来，可不可以去我房间拿下我们的卡？啊！快递。什么卡？就是大富翁。嗯，在哪？要么在门口，应该在门口。门口。嗯，没在的话，你再给我发微信呗。我也好饿。吃啊，你点外卖吧呢。点，这个菜不够。嗯。一会儿水水捡啊。捡什么？笔筒。等我下了播再剪，可以不剪吗？不可以。哎，我太丑了。不可以吗？你还不想负责？我不想下楼。两位，看他这样。两位，我被我自己丑死。两位，别撒娇，别撒娇。好吧，其实我的最佳拍档就是水水，想不到吧？哇，谁说我都不知道。别爱我，没结果。想跟我成为搭档，就来单身通道找我吧。那好难哦。怎么难呢？你要为我，你为我爆灯啊。可是那样的话，我是不是就要去刮赛道？ Why 你要去刮赛道吗？难道那不让我去花赛道吗？啊，你要去刮赛道。
我有点，我现在有点哎，那可以考虑一下。好，我没有想到有没有两位粉丝来提亲，没有想到过。冉威坐直升飞机逃走，嚯，这不会是冉威粉丝吧？谢谢，好想吃卤肉饭。真的，你不要啊！没有，我就说一说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我好像这一下不得不去单身赛道。谢谢谢谢，好想吃卤肉饭啊的皇冠。两米粉丝，快去换一个！啊，太儿戏了吧，家人们！我就这么一说，怎么大家如此迅速啊？没有啊，谢谢。这还杨晶晶的屁股毛的皇冠，谢谢幽梦大神仙了送的皇冠，谢谢你哟。这个 ID 我很欣赏你哦，杨晶晶的屁股吗？就是不是说不是有来，就是咱们要慎重思考一下，对吧？是，没错。冉威他有自己的想法，对吧？但是这哎，要不就说了吧。嗯，说了吧。说什么呀？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？哎，说他们会听见。你说我吗？哎呦！哦，你觉得呢？可以啊，可以说，我觉得可以说。好吧，其实你别说出来，但是可以说，可以说咱俩。对，就是咱俩过两天新春公演一起演节目。对，我就有点猜到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因为我说我是双人 unit。 别扯，家人们，什么音乐，怎么会有人提前就曝光了我的秘密？我还以为我守好了这个秘密呢。但还好吧，应该也没有那么多聪明的人。谢谢高阶法宝的30个巧克力。继咱们这个叫什么女王殿下之后要二搭了。对，想不到，哎呀，太开心了！干嘛？这表情什么意思？谢谢天上宝的奶茶。为什么？你们猜到了吗？天草。为什么？天草说了自己是 solo 呀。哦，那就很谢谢日月马军的皇冠，但是就是说。家人们不要这样好吗？我突然好有负担。我们是在春节公演最佳拍档，对吧？对，我们是春节限定最佳拍档。然后后面呢，就后面要看缘分了，缘分了。对，在单身赛道看缘分了。谢谢这位朋友的皇冠，谢谢你。谢谢梦琪琪宝的奶茶。啊！一些我的表情包在线。一些有来有回，这个字怎么念啊？注意卫生不然嘞、哦、注意卫生不然嘞。谢谢你的皇冠，何必呢？谢谢家人们，这在干嘛？好，咱们春节见。对，春节见。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了，是不是？谢谢动感超人彪彪彪的皇冠，谢谢你哟。我跟你说，这样子到时候等一会儿我没有粉丝过去的话，我们就诈骗成功了。那下播之后，哎呀，我要把杨碧绳之以法，绳之以法。哦，我懂了，在我这打个打翻个笔，还他们的意思其实是他们在互相就是粉丝在参加最佳拍档，懂吧？哦，那他们好甜啊！哦，谢谢在逃笨蛋印钞机歪曲的叶蝶，谢谢。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我他们在 CP 滴滴，真假？因为为什么没穿冉威的应援服呢？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橙色有点显黑。对，你不喜欢那个橙色，那是黄色。这是吗？是。
有种感觉自己被架起来的感觉。谢谢刚刚那怎么念 ？Hugos。哦，谢谢 Hugos 的皇冠。哎，快快去呀、啊，家人们！谢谢凡指标榜的皇冠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再还一个，家人们，也不好意思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咱们就随便嘴炮一下。嗯，没有想到大家动作如此迅速啊，挺好的，什么挺好的？定亲吧，水水，定亲吧，让我们十指相扣，让我们在单身赛道看一下默契吧，好吗？嗯，这么一说，那就啥？你这么一说，那我就觉得。不好说的，什么不好说？还有谁要参加单身赛道啊？好多人、啊。嗯，你别给我搁这演演我，没演你。好多人呢，好卷啊！对啊，好卷啊！怎么念、啊？哦哦，我会念。你跟我开玩笑呢？你不认识这两个字？没有，我刚刚离坐远了。谢谢李佛宝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皇冠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正好咱们春节啊，我们就是那个叫什么预热版的最佳拍档，我们抢先在所有拍档的最前面。不是啊，昨天人家已经拍档过了。哦，谢谢梦回2007送的夜蝶，谢谢。他们是。是还的夜蝶是吗？是，他们是那个在 MC 上是吗？什么不是 MC 上啊？不是 MC 上。昨天那个谁啊，就是有人 MVP 的时候、嗯，已经开始了。我觉得已经这个哦拍到已经开始了，你懂吧？懂了。你看了吧？我看了。嗯，水水要不要红色应援服？你想不想要红色应援服？我想要粉色或者绿色的。开始，谢谢风之鱼 Kevin 送的夜蝶，谢谢。哟，各位停止吧，隔着团建呢。救命啊！一来一，他们说这是测试，测试。嗯，说好了。什么说好了？说好。哦，好。嗯，那个绿色挺好看的，是吧？那个叫云母绿。什么绿啊？云母绿，哇！谢谢孤飞飞呀宝的戴安娜凝视，凝视，凝视。今天审核好慢，什么审核好慢？变 B 站审核吗？我觉得可能哦，改 ID。哎，你们好熟啊！跟他们好像挺熟。他们加进入也就300个粉丝了，是要这样啊，互相都认识的。嗯，哇，谢谢 Max 777 ZZ， 今天录播我是封面，谢谢。你是封面？对啊。哇哦，没看吗？没看。就是我，我们还以为谢谢一个陈立会是封面。哇，看看，对哦，你跟我不是一组 NC， 我们是竞争对手。对哦，哎呀，毕业了，我不争这个啊，我不争这个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有人问今天有公演，康康，揍你啊！我今天公演没，哎呀，因为我皮肤有点敏感，我只要稍微摸一下，它就红了。今天我们后台姐姐以为我皮肤过敏了呢，那我怎么找不到啊？是寒影吗？算了，一会儿再看。呜、哦、咋了？B 一了，没有 B 一啊，有点夸张。谢谢不吃胶囊送的权杖、嗯，谢谢您。这只要不那个什么，就永远不会 B 一，对吧？啊！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跟不上你这边的剧情？你突然说 B 一的，没有 B 一，不会 B 一的。嗯，哎，确实，皮肤太白就会显得很红。什么？白，太白了。谢谢2007宝的奶茶，两杯奶茶，谢谢。嗯，
今天特别好笑，你们就是我第一首歌的时候，我不是跟王天草，因为王天草他让我王天草让你带那个光环，对，谢谢小王努力出道送的夜蝶，谢谢让我带那个光环，然后我们俩就他让我带那个光环，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带有点羞耻，然后呢我们俩就带了那个光环，好看啊那个，然后特别搞笑，那个 staff 姐姐一看到我们俩就说，你们俩要参加最佳拍档了，哎，他们现在好像满脑子都是这个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在后台，蛮离谱的，娜姐看到了，嗯，她也是，她就说，我就说，她说为啥你俩带这个？我说我就骗她，我说我跟王天草参加最佳拍档。他一副吃到大瓜那个表情，太好笑了，我要笑死了。他当真了，他当真了，娜姐真的会当真，娜姐真的很幽默一女的，她当真了，这个表情，一副好像吃到了一个大瓜。嗯，看个微信啊，可能是王瑞琪。我怎么突然点开了一个不知道谁的直播？但是找不到啊。吃饭，他在哪吃饭？让他回房间。嗯，磕 CP 是人类的本质，那确实没毛病。哦，对，我今天易拉宝就是跟水水女王殿下的那个，哦，拍的很好看哦，那张图漂亮啊，当然还是你本身也很漂亮。真的毫无灵魂。啊，当然我们春节那天呢一定会有更好看的图的，对不对？你最好是不要奶自己一口。呸呸呸呸呸呸！我们水水一定会有更好看的图的，对不？你什么意思？一定一定。嗯，肯定会更好看的。对对，来说给 YBY 粉丝，谢谢 Root 不吃鱼送的皇冠，谢谢你呀。戴上，睡不着，那倒不至于睡不着啊。我要学习染味了，叫你们宝，谢谢 Root 不吃鱼宝送的皇冠。你这是 copy， 现学现卖，抄袭。嗯，对，他觉得云母绿好看。谢谢杨晶晶的屁股毛宝送的皇冠，谢谢十二宝送的 YBY 在思考。这个屁股毛宝听起来怪怪的，屁股宝。谢谢老虎宝送的夜蝶，谢谢您。我作为一个脑残粉，我作为一个晶晶的脑残粉，我都不会取这样的名字。就是很牛。王瑞琪他怎么就不回我？谢谢小白龙宝的奶茶。嗯，哎呀，我已经破解了那个什么。谢谢注意卫生，不然嘞。宝送的皇冠，谢谢你哦。个人记了。谢谢十二宝送的外卖，在思考什么什么个人机啊？就是那个放屁的个人机，这样吗？不是，等一下我给你们演示一下，听到了吗？很难的。哎，等等，我也不是百分百成功。哎呦，来了。我会了，我也会了，听听，不对，还是要那种，哎，等等，不会了，哦，这样，听到了吗？哇，那还是这样吧。我要连麦，我要找他连麦，我会了，他今天不信我会了。扣扣一，我真的会了。哦，你会用手放屁了？对。哎，等等，我不太懂这些少女偶像，谁懂？哎，听到了，听到了吧？哎呀，我没有刚刚跟你放的响亮，怎么回事？哇，你好厉害啊！等一下，明天的助演，那是人家的节目，我肯定不能够先说。哦，听到了吗？哎，有了。哦，哇！你不会练了一晚上这一把？
我很快就掌握了，好不好？我超聪明的。哇！我现在当然你这个到这么炉火纯青，我还需要练。我现在插了一个麦克风，它可以把声音变大。我也是在放鞭炮。哇！哇，好响！好想算停止吧，停止吧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怎么说呢，我也不懂这些个少女道。你有什么自己的个人技吗？嗯，还真有。比如啊，你好像也会什么哇，谢谢 YBY 表示很，我杨斌已表示很愿意保的皇冠，谢谢。杨斌，你真的很愿意吗？啊？啥？谢谢一杯渴望的柠檬棒，谢谢风雨宝的夜底，谢谢。停止吧。你这啥呀？你这啥呀？你这是？我倒没有很想去厕所，给我搁着。嗯，这个很简单。哎，滋滋。哎，我太久没有弹了。哇，口技有效。女人的胜负心啊！给你鼓掌，这一局我赢了，赢了。哎，我刚没认真啦，其实我还会模仿，我还会模仿会什么模仿汤姆猫，你会吗？我会模仿，我会模仿什么？我会模仿蜡笔小新。我也会模仿蜡笔小新啊！啊，那跟我们谁模仿的更像哦？姐姐，大姐姐，姐姐你喜不喜欢吃青椒啊？德行德行，你的鼻子长，是怎么唱的吗？长长，我也不知道。妈妈，你回来了！哦，我回来了。嗯，喜欢漂亮大姐，算了。还会你算了。我不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动感广播，动感广播，谢谢又梦到雪雪的送的皇冠，谢谢你，小贝小贝，嘎、啊，谢谢又梦到雪雪宝送的皇冠，嘿嘿。我还会模仿什么？我没有特意去学过什么。谢谢未来会是好的对吗送的夜底，谢谢二零一七宝的奶茶。嗯，我会烧饭。我也会烧饭啊，谁不会烧饭啊？那你还让我煮上方便面？我懒得煮而已。哼，今天这个测评打的属实是有点太撇了，我受不了了啊。我会尼克尼克尼ニコニコニあなたのハートのニコニコニ人家用小锤锤锤你水水最早的自我介绍，水水最早的自我介绍，谢谢 Root 不吃鱼宝送的皇冠，谢谢你人心中最不可缺少的拉倒吧，你是错一共就几个字你就错了几个字。嗯，人最不可缺少的是，你能不能先说对呀？我忘了，
人的身体最不可缺少的哦，人最不能缺少的是，你要破音才是。人最不可，不是，是最后一个字破音。人最不可能缺少的是，你没破音。是，我只要一激动，我就容易破音。帅，帅。你们心中最不可缺少的是，我没有听过。Tell me why？ 给你磕头了。谁懂？我靠！怎么那边会有人说人最不缺少是晶晶啊？我想给他一拳。哦，那确实是，因为我五行缺金。那你真的很适合养一只金剑。那确实。哦，我更缺水。我今天缺金的那个，就是也不算很准。我其实真正缺的是水。谁懂？我好像命里缺的是火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名字是杨冰怡，我是煤老板啊。啊！我那天不烧红烧肉吗？是我挖石油，我就说那我就是煤老板，笑得想死。因为我命里头缺火，所以我最开始我跟你们说过吧，就是我杨冰怡的那个怡是四个火的那个怡。我们做石油业务来的，嗯，就是我的名字也不是，我的名字是。我的名字是草字头。我想到以前我看过一个厕所瓜，他说我家是搞煤，煤炭，嗯，就是煤老板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哇，要是真的就好了，谁懂？嗯、那我真的要死死抱住杨冰怡的大腿。Tell me why， 富婆跟我做朋友。谢谢阿姨七宝的奶茶。对啊，我有岛啊，穷困潦倒。穷困潦倒。海南为啥搞煤矿？这你得去问厕所瓜的人。我咋知道我？嗯，我有什么厕所？海南没有煤矿吗？好吧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去看我的厕所瓜了。你们跟我说说，我最近有什么厕所瓜？染属火，真的吗？染是属火哎。什么叫染属火？就是染，宋欣然。你说染这个字吗？嗯。为什么染这个字属火呀？他说的。诈骗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真的以为你在说别人属火。流泪。我真的以为不是，我以为别人，哎。Tell me why？ 对啊，因为他是小太阳。Tell me why？ 那妈咪妈咪恰哥伊那妮妮。染染为什么属火呀？这个字吧，就是每个字它好像都。那乙属什么呢？乙属属于我。来放屁。染味的裤子回来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别再爱我，没结果，阿宝。没有了，我更爱晶晶了。其实，别再爱我的猫，没结果，人猫输出。啊，不行啊，晶晶还没有长大，你要等它长大，你要谢谢奶茶，尊重它的意见。Tell me why？ 那妈咪妈咪恰克米的妮妮，姨属水，姨是属水的，真的吗？哦，谢谢雪宝。我觉得他们是在乱说。嗯，谢谢。哦，因为怡宝，怡属土。算了，不要相信你们。确实，你看这有人说怡属火，谁懂？你们干脆凑再凑凑吧，再来两个人。怡宝，怡宝，怡宝属水。这篇已经讲了很久，这个。这个我信。你们看开端没有啊？啊，我们两个都在看。我已经看完了。凶手是，我知道了。是往往越可能的，还不错了，我觉得在国产剧当中挺有意，主要是这个题材还挺有意思。就取名字感觉都要取好久。
嗯，我看到个弹幕很好笑，他说说这部剧是史上最省服装的剧。嗯，没错，因为这部剧它讲的就是他们一直在循环循环循环嘛，也很省场景，就一直在那个公交车上面，所以就很省服装。我这衣服就长这样，不要再让我好好穿衣服，我跟你说别，我很叛逆的。我来给你找件衣服。叛逆是吧？嗯哎哎呀哎呀哎呀，掉了，没事，一会儿捡。你们这个房间太满了，确实我觉得需要多一点，都舍不得扔东西，储物空间了。哎，给你找件衣服。这谁的呀？妈妈给你找衣服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吗？这是我的。我觉得这个好可爱。但是我知道已经跟很多人撞衫了，要给你套上。就是从下面套吧。对。你能不能给我套完再走啊？你找不到吗 ？OK。哎，这手就这样吗？我把 YBY 套上了。这手就这样吗？对啊，手没有出口吗？有。这，那这边呢？这边在这。这是我新买的睡衣，我才穿过一次哦。哇。但是我已经知道跟青玉文和卢天慧撞衫了。嗯，谢谢喜欢杨幂的人啊送的全价，那出魔法包，我要让世界变漂亮。但就是我要让星星都发光，这个把每个角落照亮。这个脑袋很重，他这个脑袋是有点重。对，我买的是正版，所以他就很扎实。什么意思呢？很扎实。内涵别人是吧？啊，没有啊，那也是正版嘛。那我就是这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。没有。石头剪刀。我还迟疑了一下，我应该出什么？石头剪刀布。再来一次，石头剪刀布。嘿。嗯。笨蛋，笨蛋，这睡衣多好！这睡衣多好！笨蛋，笨，这是什么呀？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很耳熟？笨蛋，笨蛋，笨啊！这是抖音啊，好吧，没事。哈哈，我今晚必要拍个抖音。没有，我当时找的时候，我是发现就是有一家它是有版权的，所以我就买了有版权的那一家。嗯，支持正版。Kiss, kis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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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黑送的叶蝶。主要是你们如果看到什么适合我拍的抖音的话，要艾特，因为我最近说实话好像有点对抖音厌倦了，然后我就没怎么刷抖音，我就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在拍些什么东西。说实话，我一般刷也刷不到那种适合我们拍的，一般都刷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瑞士食堂，你可以去清华看。废弃人的哦，学到了。我实在没东西拍的时候，我就去看废弃人的。谢谢，我经常刷到那个或者看杨姐的瑞士食堂，瑞典还是瑞士。哇哒哒哒，哇哒哒哒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我睡觉哇。乌克兰食堂，哒哒哒，没有刷到乌克兰食堂，可能好建议还没有拍吧。哎，好的。要拍那个你要结婚，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，是吗？我只会唱，我不知道他那个怎么拍。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，无人的角落，我偷了眼泪流。太不默契了，我不记得歌词。啊，蒲最喜欢谁啊？你最喜欢谁？啊，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最喜欢的。谁啊？五白吗？不是，
你知道呢，江一书。嗯，记错了，记混了。我想想看，我最喜欢谁啊？是抖人，但我最近刷抖音都是比之前少了。我看节目的时候，我最喜欢。你最喜欢？我怕我说出来就是说错人家名字。那你偷偷告诉我。我喜欢 C， 现在的 C。现在的 C。嗯。哦。那时候就是大概看了一眼，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很像，好可爱，好像兔子，白白的，对。然后最近刷刷直拍，觉得那个金多娟、金彩炫，哦，金彩炫，嗯，舞台很好看，然后沈小婷也好看，我就很喜欢。就是我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吧，只是偶尔会那个开麦的，就是他们会看他们的打歌，我的打我的打，两贵女是什么意思？小卡 YBY 也好看啊？为什么说 YBY 也好看？应该去 YBY 那里说。哪位也好，对，开麦真的很爽，那个开麦，我的打我的打，现在也没有我的打。啊，这是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嘿，哇哦哇哦！今天有打歌吗？速度跟我不一样，速度。嗯，啊，我们加油练。说实话，我要准备下播了，因为我还要去排练。我们还要点外卖，我们点什么外卖？不知道。等我下播了去。好，去开你的外卖。好的。下播了，家人们。谢谢。大家今天陪我聊了这么久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我们两个力度，谢谢各位宝的礼物。我觉得我也可以努力练练，爸爸，我可以的。哎呦，鸭鸭，伊丽莎白是鸭吧？拜拜，可以期待一下这次的节，对 ，unit， 嗯。谢谢2017宝的八个巧克力啊、哦！我口袋的年度宝刀，我看了、我看了，我还点赞了。我的打，我的打，我的最佳拍档定了呀，定了呀，杨晶晶啊，他已经答应我了。其实，在就是水水不在的时候，他已经答应我，你不知道吧？他说，他说，你跟我你说你能愿不愿意参加最佳拍档？你说杨晶晶。我说晶晶，你愿不愿意跟姐姐参加最佳拍档？啊，你不能代替杨晶晶，跟晶晶，晶晶靠女王殿下。好的，我一会儿去看礼物。嗯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谢谢小龟宝的巧克力奶茶，谢。晶晶，哎呀，我都好想他，一天没有看到他了呢。你可以去我房间看。嗯，好呀。那一会儿跟水水走了。我跟晶晶肯定，晶晶是瓜呀，我铁花好吗？我铁花。哎，我穿一下这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你连根拔起。晶晶，晶晶能当花吗？晶晶妈妈，你接受吗？晶晶当花啊！晶晶当花。嗯，我觉得好无聊呀，这个什么啊？那你提你的意见。你看，你不觉得很无聊吗？没意思。嗯，首先这个我不会。你学一学嘛。啊。那你说嘛？你觉得这个就很没意思呀？我觉得，嗯，那你说，队长发言，这个还是我提的，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可以连在一起。哦，是你提的，嗯，那我收回。啊，没有啦，其实只要我是会，只要是我会的歌，我就很开心。来，我们泥塑打咩。哦，我一直觉得晶晶她有成为那种街头霸王的
潜质，就是他有那种，就是你们知道吗，就是气质。就是有那种人狠话不多的感觉，他确实话不多，我没见他叫过。我去排练。你去了，好的，托给你。排练加油。哎，点外卖。那你想点什么我都可以。哎呦晶晶的生日，假粉，9月4号，你怎么知道？哇，你怎么知道？牛吧，你连这都知道？你想吃啥？因为晶晶跟我说的。我的反诈 APP 要跳出来了，我跟你说。我都可以，你看你想吃什么？哎呀，说实话，这个点不上吃什么了。晶晶说：“我是 Cat 48的杨晶晶，我的生日是9月4号，我少些个夜的，真的假的？在哪？很难翻到吧？哦。”哦，谢谢雪宝的夜蝶，谢谢。吃什么呢？我觉得点个米饭，你觉得呢？我也想吃米饭，但是吃什么呢？那我们吃麻辣香锅怎么样？有吗？这个麻辣，这个，嗯，还有别的麻辣香锅吗？搜搜看。谢谢三个的耳机包的奶茶。哇，我要给你们展示一下。哎，扣子哦，在这。我发个拼单给你。好，因为我现在得排练了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嘿，哎呦，哇，有我当时穿宇航员服那味儿。但是我之前戴上这个帽子，我就看不到路。嗯，就是他这个嘴巴，我现在看不到你们。我现在他这个嘴巴就开在嘴巴这里。我要这样，我要这样我才看得到。我只能上演一出那个什么，就是那种他吃掉我，然后留个脑袋这的画面。嗯，哎，我的刘海真的好不听话，我每次喷一斤发胶，它都不听话。下次握手会传可以呀，我可以用这个手镯跟你们握手。这可是我的睡衣。好，不，没有看过这期直播的，我当场我就在我的口袋房间说，我说我要穿我的睡衣去握手。他说什么？我要穿睡衣去握手。你是这样的声音，我真的穿这个睡觉，这个对颈椎很好。这个挺长，你们懂吗？就是他这个脑袋，他这里有棉花，然后睡觉的时候刚好就哇垫着颈，可以当个颈枕，啊，太舒服了，很舒服的。可以，你穿这个去握手真的可以，但是不知道下次握手会是什么时候呢？我本来还想说，就是期待那个
春节之前可以有一场握手会，但是好像没有，就是比五零后只有当时分团办了一场。谢谢和谢谦一起七七版的巧克力。嗯，好，那我也要去跟水水点那个什么麻辣香锅了。嗯，好饿好饿，今天下午就只吃了一点点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先春节前，春节前，春节公演那天先现场见，屏幕见。嗯，好，拜拜拜拜。哎，我好不喜欢他这个会录出来，拜拜，丫丫拜拜。嗯，我今天不练舞，但是我哎过几天也要抓紧练舞。嗯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，就是的时间来练舞，把春节前最后一票给干完，就放假啦！谢谢荧光棒。嗯，好，拜拜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好梦，做个好梦，拜。嘿，把手伸出来。